转发评论666啊。说天道地论古今呐，卖词儿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到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呢，勾拳猛饮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偷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斩将已无数呢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三人称兄又道弟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了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讲完三国讲水浒呢，山足梁山雷战鼓。农民起义抢国土呢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，那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生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。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问问上。陆云龙勾孙策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。 小林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成雄。母夜叉那个孙爱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青曼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带着链子开大奔。颜渊罗罗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那是台信，坐着地铁玩微信。这个屌丝真给劲，那青龙白虎身上衣。独火星是苦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补丁丁是李英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演全武。跳战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盛，身管体魄非常棒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那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都是人的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。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学一篇。小马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同当，谁都不要再嚣张，再来肉我就偏刀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着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滚和神，跪下叫我保大人。谁